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给垃圾安一个家，它都会变得干净整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呢，有一个观众朋友给我来信，他就跟我说，他说遗忘姐，现在呢，我已经安排的生活已经安排得很好了，生活变得井然有序，每天早上晚上呢，都会给自己做早餐晚餐啊这样的。可是呢，他的室友总是不爱干净，或者做的东西不喜欢洗，堆在水槽里，这是很正常的啊，很多人都会这样。他说有两个呢还好，我说他之后呢，他就洗了，只有一个人，我说他也不要洗，而且那个脏脏的饭盒总是放在这个桌面上，甚至他不喜欢别人去移动他这个饭盒，那么脏放在那儿，我看了就眼晕，怎么办？让我很烦恼，可是我又不想生气，遗忘姐，我该怎么办？我说可以，我说那你就找个小盆儿，或者找一个小盒放在桌面上，专门放他的饭盒，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哇，他的饭盒都变得干净整齐了啊！这个就是给物品安一个家的魅力和关键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并不是说真的很多吗，或者是啊很凌乱吗？只是关于我们并没有把它们整齐摆放好，或者是我们太多这是小零件的东西。因为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呢，我们现在非常流行这种开放式的架子啊柜子，所以很多东西呢是可以看到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能整齐摆放的话，那你这个架子看上去很美丽。可是如果你不能整齐摆放的话，那东西就会变得非常的凌乱。而解决的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给他们每一种类型的东西放整齐干净的放统一一样的盒子，把它一个小盒一个小盒装起来，你会马上发现你的柜子变得非常整齐干净。而且呢，最好盒子上写上这个标签，这样你就会知道盒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包括垃圾。像有些东西我们经常可能会喜欢随手把一些小东西随手一放，随手一扔啊，放在桌面上，然后呢我们总是看到，哎呀，怎么这个饭桌桌面上总是一堆东西啊，或者是某一个桌面上总是很多东西，这是我们经常会干的事儿。可能人呢很难一下子改掉这个坏习惯，包括我自己都是。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小技巧，可以让你家不在不改变坏习惯的情况底下，或者是慢慢改变坏习惯的情况底下，也可以保持家干净。就是把每一样东西都给它一个小盒子，或者是小碟子，给它装起来。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往上堆堆堆，而且这个小盒子面积小，当它堆满的时候，你就怎么满了？然后你就会想把它修整一下，整理一下，把该放好的放好它，把该扔的扔，然后该整理的整理，因为它是有个范围之内的。比方说我家的这个厨房这个桌面上，我们家人很多嘛，经常很多杯用完之后，他们有的也有洗，有的没有洗，反正就是堆放在那里。但是因为每个杯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是有他们属于自己的杯，所以各自管各自的。而以前呢，散落一桌面，我觉得好烦呢，这个杯怎么放都是显得桌面很乱。然后呢，我就去买了一个盘子，一个木的圆盘，从此之后把问题给解决了。所有的杯子我也不用帮他们洗，只要我看到了，我就把他们杯子就放在这个圆碟里边，就在这个圆碟范围之内放他们的杯子。之后呢，我的桌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这个杯呢也变得很整齐，都放在这个圆盘里边，这样呢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你放眼过去看到某一个地方非常凌乱的时候，那你就很简单，看家里有没有鞋盒啊，那种干干净净的鞋盒，把它然后呢把它装，把东西装起来放在那儿一个角落。然后呢，你的桌面也是，书桌桌面我们经常会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可以， OK， 把不经常用的夸放到鞋盒里边放起来，鞋盒外边可以贴上白的或者是各种各样花样的好看的纸，自己喜欢的， OK， 总之往盒里一放，你的桌面夸忽然间瞬间变成了极简的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说也像很多人说学收纳整理，其实他们所谓的收纳整理是什么？就是他们很会把东西藏起来。当然，藏起来东西，把东西藏起来，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啊。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减少东西，学极简。但是呢，因为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呢，我们需要慢慢的改掉我们的坏习惯，所以这肯定是需要花时间的。那我们首先要学什么？就是先学把东西如何藏起来。但是藏起来呢，当然也有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藏起来，我再也不找不着了，怎么办？我就经常干这样的事儿啊，所以在藏起来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分类，把经常用的放一个盒子，不经常用的放一个盒子，然后呢，想要赶快处理掉的再放一个盒子，或者是直接就
放到那个 donation 就是捐赠的盒子里边啊。我家现在是永远都有一堆东西是要捐赠出去的，所以呢不停不停的往外送，不停不停的往外送，然后剩下的东西呢我又把它拿盒子来一样一样的把它给挡住啊，整个家光看上去就非常极简，而且这种感觉可以在你大脑中种个印象，让你的大脑慢慢慢慢的调息，慢慢慢慢的适应这种干净整洁的环境。等到你的大脑适应了以后，你就会对脏的乱的东西有一种排斥感啊，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怎么那么乱，哎，怎么那个怎么那么脏，然后你就会动手去拾到。所以我们大脑也是要上课的啊，也是需要训练的。那我们就从给他安一个家开始。这个安家呢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讲的关键是就算连垃圾也给他安一个家。比方说如果那个室友有东西他不喜欢收，那你也不用刻意让他收，你就找个篮子把它全部堆一起，属于他的东西全部堆一起，但是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小的范围给他存放。这样的话呢，就算他的垃圾你也感觉哇变得很整洁了，他有一个家了，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如果家人他们不想和你学极简，那你可以给他一个空间，一个小小的空间，告诉他这个空间是属于你的，你可以在里边放任何东西，做你任何的事情，但是在公共区域，在我收拾的地方不可以放这些东西，不可以摆放凌乱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他既有他的空间，你有你的空间，其实是完全没有抵触的，那你就可以很轻松很顺利的来做极简了。好了，今天呢就简简单单的讲到这里了，大家呢又可以马上行动啊，动起来了，然后呢就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一些别人不愿意让你碰而但是你又不想看见的脏乱东西，那就是送给他一个漂亮的盒子。好了，谢谢大家观看，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人家又睡觉了，别搞人家。先睡觉。怎么还这么精神啊你？睡觉，睡觉。睡觉，睡觉。